15年前，武林恶人严重天炼成天炎神功，功力倍增，其天炎真气可燃其苍生众叛之心，焚戮一切，大肆毒害百姓。蜀山生灵涂炭，哀嚎遍野，最终凭借剑圣的万剑归宗，将严重天镇压在万剑中。 魔头马上就要解禁，大敌当前还有心情吃果子？哪还有一点剑仙传人的觉悟？我连心跳都没有，用手出万剑归宗，您还说您这个剑圣，选的不随便？我告诉俺臭小子，没心跳才是剑圣的典型标志。切！哈哈哈哈哈！你，哎呦！ 哎，刘禅，刘禅，这个不好玩啊！哎呀，师傅小心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的葫芦啊！哎呀！ 师傅，这也是10年没解开的封印，一下子就被您撞碎了。果然厉害啊！把你的屁股从我的屁股上拿开！师傅，这感觉不太对劲儿。哎，师傅，等等我。 这都10年了，这严重天是不是早死了？是，好像没那么简单。怎么办？这是阴阳五行真气的问题啊！现在是形神合一，我有个法子，就是把他的神打散，他的形就没什么危险了。原来这么简单。 你去，少年。
阎老怪。你俩谁要踢哈巴？我生气了。剑都丢了，你的万剑归宗就只能给人挠痒痒去。Yeah.
火灾这次和师傅一起去剿灭炎冲天，看来是凶多吉少呀。我们是不是可以准备新掌门的继任大典？掌门，我这就是买鞭炮。别说慧景了，他二人的真气还有些迹象。师傅这也是自找的，对付炎冲天这样的大魔头，还偏心带上了那个活死人。要是您去了，肯定手拿把攥。低调，低调。 天下未乱，数先乱；先乱后乱，有我断。时值蜀山危难之际，我作为蜀山第一侠士，我理应捡起掌门之位。师兄。 这家怎么没见过呀？你懂个屁呀你！看来师父师弟二人还活着，我必须派精锐部队去找一下。崔本事，张本事，你们二人立刻出发，搜寻二人。是。快点！快去！ 掌门调遣，兵炮掌门调遣。叶竹清，你说要买什么来着？鞭炮，我这就是买鞭炮。
九娘说过，真正值得托付终生的完美情人，不仅要有从天而降的救命之恩，更要遇见飞仙之飘逸，暗暗送雨之貌，心系天下苍生之人。谁要算我？我杀了他全家。你们几个差得有点远。是。 蜀山邪派，乡亲们，我们报仇的机会到了！乡亲们，这小子是蜀山邪派的人。 我们报仇的机会到了！怪不得，原来是欺负老实人！草民远扬，毫无羞耻心的！蜀山邪派！胡说八道！我乃蜀山正派，万千归宗。青云探山，怕了吧？ 臭狗，把内裤还给我！敢在我八邪谷捣乱，也不看看是谁的地盘！ 谁下手最狠？你！我下手最狠，那我就更应该治好我的救命恩人，挽救我的爱情。我反对！这小子他是蜀山邪派的人，他不仅闯入了结界，而且他浑身冰冷，心都不带跳的。人心跳还能活？比我们八邪谷还行，很有可能是来投靠我们的。我同意就好。我都行。 这个男人我就定了，以后他说了什么事儿，我罩着。走走走走。
要求，过了一手，劲儿还是这么大的。什么？讨厌，拎纸壳！想什么呢？再往前。好，往前。我是说，你之前对我做了什么？哦，你都没有心跳了，是我救了你。胡说八道！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心跳。是因为你没有遇到一个像我这样让你心动的姑娘。这断情欲是一个剑圣的入门准则。什么准则啊？剑圣是什么？你少跟我装傻！我师父可跟我说过了，剑仙就在你们八仙谷，我只有找到他，才能打败炎冲天救师父。啊！什么剑仙？什么炎冲天？乱七八糟！你就留在这儿陪我剑圣晋升。如果跟你在一起，我宁愿被雷劈死。本姑娘到底是哪里不好，让你犯这样的毒誓？铁肩担道义，拳上能战人，蹬地能走马，扔胸口碎大石，扔。我哪里有缺点啊？你猜呢？过分！啊！回来了，师父和师弟怎么样了？哦，据门下弟子来报，师父和炎冲天的真气呈互相牵制之势，若贸然进攻，可能会伤了师父，放出炎冲天。至于活死人，这回应该是真死了。好，师弟，你会舍身牺牲自己，我一定会为你。我的，你咒谁死呢？互相牵制，不过你这又摆酒席又点鞭炮，还担心师傅？我看你早就迫不及待想当掌门了吧？我这是替您祈福呢。掌门，掌门，你要的唱诗班请来了。蜀山救星成天了，他为蜀山增光芒，若没废物活死人，他已早把剑圣当剑圣当。我在八邪谷。八邪谷？八邪谷不是有结界吗？你怎么进去的？当然是师父给的护体真气。师父连护体真气都传给我？师父交代，只有在这八邪谷找到剑心，才能打败炎冲天救师父。什么是剑心？你快告诉我。你连剑心都不知道，你怎么当剑圣？这师父非要我当，我有什么办法？要不是师父有难，鬼才找你呢。能耐不大，口气倒不小。你
自己找你吧。师兄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他。最严肃的男人，你终于要考虑我了吗？我胸平吗？你就会和我成亲了。就这个魄力，哪有什么剑心？老子一刻也不想多待。想不想多待，可由不得你。你要是敢问，就会像那乌鸦一样，被剑雷给劈死。九娘为人矜持端庄，素雅本分，典型的大家闺秀。关于她的真实身世，我们谁都不知道，只知道她聪慧过人，武林上没有她解决不了的难事。你那什么老实的剑心啊，她一定知道。你乖乖在这等着，你要是敢偷跑，我就打断你的腿。我想逃跑，我就是想去小姐。小弟弟如此狼狈，要不要姐姐帮你解开？好呀好呀，那你帮我解开吧。姐姐，你好像解错了。这样对吗？姐姐，你这是如何？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鸳鸯，小弟弟有什么非分之想，尽管去做吧。姐姐，我就想你快点离开。还没让姐姐疼一下就想走？求你自重。无理的要求随便提，姐姐全部满足你。不要，不要推嘛。九娘，我能不能问你个严肃的问题啊？你问啊，姐姐向来不是什么都依你的吗？你知不知道剑心是什么？剑心？谁告诉你这些的？你预言中的完美情人了。我本来想着，我已经是咱们谷最强之人，怎么还有人能有机会救得了我呢？他果然有着御剑飞仙之意，潘安宋玉之貌，更是心怀天下苍生之人。
在哪儿？就在门外。不是的，他是怎么冲破结界的？他身上缠着团金色的东西，不知道怎么的，竟然就能够穿过结界。只有无极老能够穿越界，难道他是老东西的小徒弟？你就告诉我剑心在哪儿吧。天意啊，一个这样的人，我曾经也遇见一个，他要找的剑心会对你造成莫大的伤害，我劝你还是放手吧。铁肩单道义，拳上能战人，单臂能走马，胸口碎大石，谁能伤害得了我？我才不放手呢！我就知道我劝不住你。把这幻功符收好，保管啊，他对你服服帖帖。我才不屑用这种伎俩呢，我要让他心甘情愿地爱上我。喜欢追求高难度啊，那看来啊，姐姐只好亲自教你了。赵剑心是不是？赵明是正派。赵剑心是不是？赵剑心，赵剑心，白九娘。结果没一个好人。九娘说了，剑心就在谷里，让你好好找一找。我这么讲义气，你现在是不是对我有点感觉了？我要救师父。救了师父是不是就有感觉了？我要找剑心救师父。找到剑心救了师父是不是就有感觉了？我是一个要成为剑圣的男人，我怎么可能会对你产生感觉呢？哼，果然情义千金不敌回眸一笑，去死吧你！你可说说，族长为什么会被那小子蒙蔽了双眼？论武功，论样貌，我哪点不如他了？你们要是族长的话，我和他，你会选谁？我让自觉。哦，我都行。你竟然也有贼心！我们就赌一下，看谁能先取到虎掌，输的人要在护骨剑神前全裸跪地叫哥。那，护骨剑神，这就是护骨剑神。保佑我桃花朵朵，成双成对。保佑我出门捡钱，大富大贵。保佑我这两天都遇到好事，天天都有好事发生。护骨剑神。护骨剑神，那这一定就是辟仙剑了。族长，我就说蜀山混蛋靠不住，还破坏护骨剑神。好你个九剑，竟然敢来偷我们八邪谷的大宝剑。这本来就是我师父的大辟心剑，我用它救师父，救天下苍生。这次我可不一样了，你们来一个死一个，来两个死一双，万剑归宗。就算没有大宝剑，不也一样收拾你？上次谁打了我？出来单挑！我知道，就是你指使了他们。有本事你给我过来，让你见识见识我这蒲扇大的巴掌，一巴掌拍死你们！你为什么攻击这？你难道不知道我巴掌的威力有多大吗？我一巴掌打的你，我比也没。
真气怎么全部都没了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你要干嘛？巫山真气。对我做了什么？你放心，我就是借了一点点你的真气。你这叫借吗？你这叫偷！整个八邪谷，天上飞的、地下跑的、水里游的，全都是我茉莉哥的，我还用得着偷啊？那你还给我。借是要还的，我这叫偷。你别那么丧气了，我还是给你留了点真气呢。你御剑飞行、打打苍蝇是没有问题的。那我是不是还要谢谢你？那倒不必。我们八邪谷呢，向来赏罚分明，恩人偷剑那是活该被抓。身为谷长，我要是包庇你，那就没法混了。是。不过，念在你劈柴有功，奖你块吃的呀。你把我当什么人啊？现在连重天马上要突破封印，师父危在旦夕，你还换了我的真气，我能吃你烤肉吗？吃。你大男人扭捏什么？肉不够还有，好好干，以后我们就是一条裤子的兄弟了。以后你也是苦民了，只要你老老实实的干活，我们才不会打你。我倒行，找个日子咱们把亲事给办一下，以后天天三顿小烧烤多好。这个不行。闭嘴。崔门氏和赵门氏吧。我说老崔啊，怎么办事了？出去那么久，也不知道跟掌门知会一声。不要，不行，小心！被师父封印着，天元神功竟然还有如此威力，难道连万劫归宗都对付不了他？不止万剑可以汇集精气，万剑归宗之上，蜀山还有神功。回去练好阵法，替心剑就位，大业继承。这么说，我们还得靠那活死人？师父怎么把披心剑的任务交给他呀？放心吧，他一定会取到披心剑的。掌门。你真的是那个废物？为了救师父，他什么都干得出来。就算是把稻草人给拆了，我也一定要找到剑心。师弟，你怎么来了？师父已经快压不住严重天了，你怎么还没取到披星剑？这八邪谷鬼民十分狡诈，我正和他们殊死搏斗呢。要不要我派蜀山弟子来支援？你们也过不来，进来过来也是死。到底什么情况？不会和谷里的邪人打成一片了吧？你少操心，我自有妙计。你的去路，我完全知道。
没想到你竟然也是蜀山派弟子，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？按辈分来说，我还是你大师兄呢。哎，当年号称蜀山第一杀手的，就是我。虎丫头回来了。美人，喝碗虫草吧，泡了那么久，药效一定很好，可以补的。还是算了吧。之前是我愚蠢，想着破坏你们的剑神，助怕仙魔。现在我想明白了，在这安家里面，也未尝不可。美人，你终于想通了。你不是说找个日子成亲吗？我看就今晚。你不会又是骗我的吧？我都这样了，还敢骗你？水下龙鹤新婚喜，地久天长，共祝百年好。有请新娘。还没到呢，怎么份上的？我不知道，今儿的好看，哪天不来吧？大家多吃点啊！哎，多喝点。有这么久啊？又回家了。红衣身上穿，余生尽是欢，一拜天地。好，太好了！父母虽不在，也要拜一拜，二拜高堂。哎呀，好。夫妻对拜，送入洞房。大家可以喝酒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有话要说。大家都知道，恩人来自蜀山，和我们八邪谷历来有仇，势不两立。一开始，大家都把他当成洪水猛兽，弱智白痴。多谢各位不嫌弃，接纳他进我们八邪谷。离哥在此替夫君多谢各位。喝！那我也喝啊！我因为九娘的预言，一直以为恩人长相不凡，武艺超群。可是越相处越发现，他不仅剑术稀松，沉懒怂软。还总想在谷里搞破坏，和预言中的大不相同。可是我还是不知不觉的就喜欢上他了，可能这就是爱情吧。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，都在酒里了。哎，来，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无罪不归。哎，你们喝。现在都不敢相信，你竟然真的和我成亲了！这都洞房了，还有假？赶紧进去邓体吧。这节奏有点太快了吧？我有点紧张。上洞房的知识。喝点酒。其实吧，要不是因为这七眼雷，把我们都困在这八邪谷中，不然我一定带你去看遍天涯海角。天涯海角有什么好看的？我要看星辰大海。那就去看星辰大海。
定不是，非定不是。剑心都是假的，李师傅又怎么会让这么弱的你去救他呢？走，我去东房。我就算被雷劈死，我也绝不会跟天武去赌。我之前所说的一切都是骗你，我这么做一切都是为了剑心。九剑，你回来！我不是已经说明白了吗？你别再跟着我。可是我们已经拜堂成亲了，你说过你要带我去看星辰大海的。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如何摆脱你，我要去救我师父。你连剑心都没有，你拿什么去救啊？有命，我宁愿死也不要跟你在一起。你身上已经没有真气了，你这样会死的。这是我的命，谁也管不着。我不会让你死的，我带你去找九娘。我就知道你担心我，白九娘可在？林哥受了界雷之伤，快救救他！救他做甚？痴男怨女，可怜。可怜呢，只要你愿意救他，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你不是一直都想找剑心吗？姐姐现在就告诉你一个找到剑心的办法，用一个爱上你的八邪古妖女雪翠剑，便可得到剑心。当年无极老便是这么做，杀了他。师父绝不是这样的人，你究竟是谁？你比无极老强些，倘若刚才你真对离哥下手，
现在早已人头落地，把人给我吧。想求你解释，休想！我们八邪谷历来最讲义气，主见功力尽失，冒着被借雷劈死的危险，仍然想要救天下，这才是义气啊！不能那么自私啊！自私？救天下是那些名门正派该干的事。被封印在这儿，天下之大，又与我们何干？封印？你在说些什么？所谓的祸国建身，根本就是个骗局。严重天已不是第一次，当年我也曾爱上一名蜀山弟子，被他口中大义所欺骗。他是认识他的心上人，却给了我心头一剑，用所谓爱人心头之血铸成了辟心剑，助他练成了万剑归宗。讨伐严重天，我们八邪谷也出过力，可到头来换来了什么？他们认为我们是严重天的余孽，甚至有个家伙追到八邪谷，号称要杀光我们全谷。那把由我心头血铸成的剑，却成了关我们的结界。杯酒射箭，箭去雷霄。杯，酒杯，杯就是箭。箭去雷霄，不是吧？这么简单？剑的秘密一定就在碑上，读一把。就算输了，我也无悔。救上魏玉，又在吓唬什么？就那那位苏白痴，用心头血铸剑，我也能。哪有什么心爱之人？你手自作多情，快让我看看。你才自作多情！九娘说了，这把剑是关我们八仙谷古民的枷锁，根本不是什么护骨神剑。我们才不稀罕！拿着你的剑，赶紧滚！你伤势这么重，我怎么可能丢下你不管？师兄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我里应外合，搞到辟心剑，铲除严重天余孽。你说他无功，哼！为了救师父，咱俩真是用心良苦啊！啊，对了，那天烧给你的典籍少了一页。恶血祭刀，八邪归宗，天下称雄。
成天了，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救师傅吗？师傅封印八邪骨这么久，不就等着今天吗？你疯了！师弟，你不会是已经被邪人蛊惑了吗？我得带你回去冷静冷静。把九剑和邪人一并抓了。是。上。上。你带走。是。我也是蜀山派弟子。走，晦气，看什么看？看什么看？距离丑时还有一刻钟，你们可以好好等。对不起，这次是我害了八邪骨。那可不咋的，臭叛徒！蜀山派就没有一个好人。股长，看错你了！对，看错你了！怎么怎么？掌门，你怎么来那么早？这都还没有到。我就是想先来蹂躏他们一下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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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掌门说的对。我去开门。开门。成天了。你不得好死，你的良心狗都不吃。你成天浪的后果，迟早被弄死。念慈，你不管他玩的东西，你把他们都放了。我，你冲我来！我就是救你。老师兄，没想到你的移形幻影之术练得越发厉害，怎么样，蹂躏他们的感觉怎么样？现在是不是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？什么？你敢冒充本掌门？小鸡还想阻我救师父？救娘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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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快走！快跑！跟上！师弟，若是放走他们，就是背叛蜀山与师父。如果蜀山继续滥杀无辜，那我就背叛到底。强，快快快快，走走走，快点！
快走！快走！你们几个照顾好九娘，程天朗已经练成了万邪归宗，我必须赶在他去万界总之前杀死严从天。不行，你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。我也去。你们知道有多危险吗？你们几个在这好好待着，我自己去。我也去，我要找无极了，问个明白。师傅，这种小事还是我来吧。住口！你这分明想连师傅一块杀了。那就看他的命了。堂堂剑圣，永远用这种上不了台面的招式，师傅就是因为姓李，才落到今天这个田地。那。我邪！师傅，是谁？师父，你一直偏袒师弟，没想到杀死严重天救了你的是我。御剑的气息，万邪归宗，你怎么能练这种邪功呢？总是这样，我做什么都不对，现在来救你们都有错。我是说呀，你这一身的修为要威武多少的冤魂呢？这和严重天，有何区别？那您呢？以虚无缥缈的剑心为引，不授予我万剑归宗，我总得练点什么。最听话的徒弟，可是您从来都看不见。小的时候我就想，如果我也没有心跳，多好。可是后来我想明白了，不管有没有九剑，您都不会多看我一眼，对吗？您都不会选我当剑圣，对吗？九娘，九娘。
就是你选的奸商，他就是跟这帮邪人厮混的无名之辈。等有一天我成为战救蜀山的英雄的时候，他们只能苟且偷生。你可是你可能看不透，你永远都不可能。吉老被严崇天杀害，叛徒九剑投敌求生，师兄立敌复仇，匡复蜀山，你们都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九娘，对不起，我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，我好想你。想我？你背信弃义，把我们放在八仙谷这么多年。但愿蜀山特派都要将你们赶尽杀绝。我虽然身为蜀山掌门，但又无法扭转这种仇恨，所以只能用这种办法保护你。看来我还是错了，可恨只能是误解更深。说得好听。你还不信我？我现在都成这样了，你送我的葫芦我一直带在身边，实属珍宝，即使破碎也绝不离身。盛世天下太平，与我何关？全部都给老子滚！你根本就不是我认识的九剑，我认识的九剑，冒着被剑雷劈死的危险，
依然要救天下苍生。他只有酒，没有剑。罢了，老子也不喝了。你买单，我要去茅厕。怎么又是我买单？一买单你就去茅厕，我告诉你，不行！今天必须你买单。你摔着了，你买单。你欠我钱不还，还要我买单？嘿，你这个王八蛋！我还没醉。买单。你别走啊！行行了，没问题。你买单。我要去上茅厕，你要跟着我吗？九剑！快走，走！走！我终于醒了，我就从来没有醉过。这到底怎么了？炎冲天的天炎神功会影响人的心智，如果不能及时制止的话，整个蜀山都会生灵涂炭。恭贺掌门剿灭炎冲天，荣登掌门之位。我得敬您，您可是我们蜀山开天辟地的大英雄。正好借着天边彩云之势，我得为您赋诗一首。蜀山救星成天浪，他为蜀山放光芒。若非废物活死人，他早已把那剑圣当。今日荣登掌门位，天公作美降祥瑞，与您尊贵十分配呀，十分配。无极老鬼纠缠了我十日，
一招没打，却被你给干了，实在是不爽。希望你能给我找点乐子。我能要让你失望吗？打你一招就够了。能够打败我，那么整个蜀山的人都会被勾起嫉妒之心，炸得和你一样灿烂。那可不行，总得有个关注啊。严重天对手是我们，怎么会是你们？我这一身武艺练给谁看？打到最后都是一些连碰都碰不到。拿到了。你是个什么玩意儿？给他听话，内裤。这又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你们还有什么招？你自己领受下。换功夫的厉害。快，快给他致命一击！
了我也无悔。
就是你想看的星辰大海，美吗？我从小就没有心跳。在遇到你之前，我从来就不知道活着的滋味。期待明天还会有星。